两把都没有收够，送点医好，药费开什心么了，哥的，哥开更不心了，可呵呵，开心了。咱们就是那个哥哥，你家有门吗？有什么？有没有门带把手的门？门？嗯，对，带把没有，手的我们门。家都是，我们家就只一个大方块，没有门这个大东方块，滚！给我找上去，搞找扇门，快去！西。找门干嘛？开心，你先找个门再说，你先找个门。咱们镜头就对我开心了，哥哥。咱们先找个门，哥哥。秀君，你洗完澡了吗？找门，可是我没有地方放手机呀、啊！你弄个简单的行不行？不行，咱们就是想玩这个。找个门，那我只能拿手机，拿着手机，然后然呢？后把那个门先关上，然后咱们用屁股去开那个门。真的是怎么？哎呀呀呀！这个惠子姐姐怎么又在直播啊？这个惠子姐姐又开始开直播啦。很晦气，关上这个门，然后呢？然用后用屁股屁股开这个去门。开，对。可是它是拉的，要不拉，我对在呀，外就面是开不吧。能用勺，不能用勺。不是我在外面，我在外面。好。然后呢？开呀、啊、开呀、啊，把推开、啊，不能用手，哥哥。好，咱们就是现在就是去你的那个直播的地方，对，咱们就是。欢迎日和，日和呀，好，现在怎么咱们打就烂是，了？咱们就是往后退，然后站起来，咱们就是这样子，这样子往后退，往后退，然后敬礼，敬礼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然后全身抖动，抖动，不说不叽溜，不叽溜，我不嫉妒，我不嫉妒。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很不错，很喜欢。行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不整你了。听了吗，宝贝？听了不整吗？你了，哦，咱们就是什么呢？刚刚就是前天的时候都心愿让我画了脸，咱们就是今天就惩罚他用屁股开门。不就是欺负我们家现在没有条件嘛？拿1万票打我，哦，就是南连下。医药费都没有。打我2回，打我3回啊！哎呀，真的是。行吧，行冤吧，枉你快你去们！吧，你快去打吧。好，嗯，拜拜拜。拜。好了，谢谢王岳阳哥哥。我们谢佑军老师是怎么回事？今天就是隐身匿迹了吗？金鸭还在，八二也在。嘟嘟好好看，我没有看过他发过弹幕哎。芝麻汤圆也在，鹤川。和小仙鹤的小川川也在，耶！晚安，晚安，我再连几个，我也睡了。哦，我也去休息了，不能睡，咱们还不能睡，还没收拾行李呢。为什么今天头发看起来怪怪的呀？魔，包子也在，魔。终于连上这俩了，这俩真的很难连。Hello，Hello，嗨嗨，宝贝，嗨，宝贝，哎，咱那们个，今天这两，是怎么回事？哎，你们两个今天真好看，哎，真好看话就可以开说，始惩罚你们啦。什么什 么？咱们不今可天以，玩什么？玩什么呀？玩，那老规矩还是你定呗，你的小脑袋瓜就很好使，好行行，好行，咱们就是待会儿军训你们两个吧，这不好军训，这就后面一个船，一个对，其船，他的都不要，一个床是对，就是吗？船，我就床。需要，我就是需要一个床罢了，你虽然我也很想，但是你不要这样，我就是需要一个床罢了。就是说，你先定惩罚啊，军训是吗？对，那他什么惩罚呢？
他是什么惩罚呢？你是什么惩罚呢？你在跳女团舞吧？女团舞行行，那行。等停，等会儿，停停，我有一个惩罚。等会儿，停，等一下，停，我说的不算。他说的，他说的不算，他说的话不算。我不管，在我这儿，在我这儿，他说话就算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没有那个意思，大妹，大妹，大妹。那边什么什么绿茶？哎呦，你为什么要调大绿光？这个自然嘞，这是黄光。大绿，这个绿光，这个是绿黄光。刚刚你们就挺好看的。哦，那行，对啊，他，你能不能调小一点？这样好看的，这样堵着我脸，这样看着，这样看着皮肤可白。这样，不行，你们太白了，我要白一点。让你们换个就是，那把那个灯怼到这。跟你讲一个，就是你不是拍汉服吗？嗯，我们现在在西安啊，就今天我们拼命的想找一个汉服店，其实我们只是想买一套好看一点的汉服罢了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针对的男性群体就是，他似乎不针对男性群体。对，没有。没关系啊，你们俩可以穿女装啊。可是那个模特很尴尬，那模特有两个馒头，但是我们俩没有。本来我以为是男的，后来我一看，有两个馒头。就是说，我跟你讲，我今天好像刷了向阳还是鲤鱼的视频了。就是他一个人拿着手机，我也没有看懂，我看了三秒就划走，没有看懂。什么？不知道是哪一个？我们今天应该是刷到向阳的视频了，他就自己拿个手机在那拍，然后什么什么十八，然后立马就划走，什么东西？十八？我们现在就可水，他们老让我们更新三千九，对他，就老让我们更新，但是。但是我没那么更新，我们就随便录，就是流水账，你知道吗？你别流水账了，我跟你们讲，你们现在粉丝群体这么雄厚，没有了，雄厚吗？耶、yeah. ，还好了，我以前都是几百个人、几千个人，现在就只有100多个人，家人们好离谱，家人们把对面干死！待会儿我有问题要问你，问题问我、你现在就问就可以了，不是我关于汉服的，嗯，行，你问。家人们快上票，不要被偷他！哦，不，这是什么呀？就你那汉服是从哪儿来的？品牌商来的呗，从哪儿来的？肯定是我去找商家借来的呀。关键是我们找不到商家呀。对，就没有，都是女装。你可以把你想要的东西发给我，我可以帮你去问商家了。我们想看军训，想看什么军训？我知道你们想看军训，所以你们快来给我刷礼物啊！怎么回事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想看，无语。对，还不放下汉服，但是他今天跟我说了一句，他应该是不知道汉服的价格，他就来一句，懂事。我说不超过1000块，他问我可以买吗？我说不超过1000块，你买吧。然后进去一看，嚯、哦，这个价格哦，200块一个。200块一个小时，后来我就看，后来我就想，头上套麻袋的宝石子。咱们快上票吧！耶耶耶耶！我才看见啊，把对面这个小时干什么？干了对面的哥哥干这样，哥哥这样干我，像哦鲤鱼不哦向阳不会生气吧？我们才开播，你不要把我对不起，是我的错。谢谢花虎，对面怎么回事？咱们今天就没什么条件。呀！耶耶耶！谢谢冰心送酒 ，no 还有十秒，大家上票，我们可以今天第一局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谢谢完了，九妹，咱们上票上的有点晚。对面来吧，怎么还穿？咱们跳什么？咱们跳什么？跳 ，How you like that？ 那你有音乐吗？你有音乐吗？有啊。放，咱们放，来放。不应该是没有音乐的更尬吗？啊、哦，原来你在这等着呢，把那个断掉了，断掉了。我断了。哦，等一下啊。嗯。你想直接要副歌吗？哦，你可以往前调一点点。我可以等，好油啊！好有偶像包，嗯，他好有他好那什么，都要铺一下散粉，怕反光。他们就是女明星的，
How long have you lived there?